一门似的了。这是谁电话线吗？这么长电话呢？这电话线。喂，这上手粗糙的掰啊，这个茶挺好吃，看有淡淡的奶香，甜而不腻，不错，好吃。吃茶点喝茶的时候舒服一些，能够了吗？能等等，就是今天早上没事，然后吃苦瓜再喝这个苦瓜，笑的没声音。是在苦极的人生，我现在其实是感觉到人生的甜。你因为期待的什么是人生的甜，所以当苦来临的时候你才受不了。你所谓的失望是哪来的？不就是期望吗？但人生你真的知道它就是苦的，苦来了你觉得这是正常的，你也就接受了，就 peace 了，所以反倒能尝出了这个苦中的甜了。这个年轻的觉得自己很苦的小伙伴们别着急，只要你活得够长你就能感觉到人生的甜，没错吧？白噪音啊，听着声音，这此时此刻就想睡这儿了都。你看这个什么？蜻蜓。这个是个啥吧？一言难尽是吗？茶叶。确实也没错，但你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。哇，这太像大羽毛了，我也要拍。大自然心情好的时候，真的是真不会让人失望。